古罗马哲学家马可·奥勒留《沉思录》中有一句话特别发人深省，道德的完美无缺在于把每一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度过。如果生命只剩一天，你会干嘛？旅游，享受美食，向喜欢的人表白。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也许都不一样，但是对于一个念佛人而言，生命的最后一天一定是口称弥陀佛名，静等佛圣来迎的一天，是化茧为蝶转凡为圣的一天，是心生大满足大欢喜，登七宝莲台绽放出生命最璀璨光明的一天。佛言，生命在呼吸之间，一息不来便属隔世。生命的真相就是如此的无常，也许明天下一刻甚至下一秒就是我们的命中之事。可见真念佛人应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专称弥陀佛名，愿生弥陀净土。如果生命只剩一天，我选择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你呢？南无阿弥陀佛。
分。